一年一度的车仔展今个周末又来了，今年已经来到第三届，而地点仍然是在荔枝角的 D2 Place 那里举行。在 D2 Place 1 二楼 The Space 举行的香港车仔展2023，今年就设有四大元素，分别是模型车、微缩世界、亲子同乐和手推餐车区。除了多个来自香港的原创以及全球知名的不同模型车厂商参展之外，微缩世界也都摆放了全球30个1:64的场景模型，而亲子同乐就有适合一家大小去玩的遥控消防车和救护车试玩。而手推餐车区就有三个香港人气手工食品牌子推出联成产品，为今次的活动加入文创的元素。为了延续过往两年的传统，车仔展上面也都会继续推出限定版的 tote bag， 今年就会以福袋形式推出，每个60元。而在参展的摊位上面，除了展出了各个牌子最新推出的车仔模型和灰帽样板之外，也都可以即场购买或者订购最新的产品的。会场上面也有摊位发售私人放售的不同牌子二手车仔，应该都会找到大家心头好的。而在 D2 Place 2地下 The Garage 举行的 Tiny 微型车仔展， Tiny 就为大家带来包括龙运富豪 B9TL、 九巴 Scania K310UD、 九巴丹尼士祖伦比安、黑色国旗顶的 Mini Cooper、 50年香港邮局货车等等多款的会场限定品。而 Inno64 和 Police 都分别推出了两款的车仔模型，而这两款车的1:1真车也都在会场上面展出。此外，展场上面也都有展示柜展出了 Tiny 不同系列的展品，以及即将推出的车款的灰帽。而在货架上面也都有之前会场限定商品的补购区，其中好像圣诞载满九巴版的丹尼士巨龙12米巴士、铁路巴士 Enfile 500巴士等等，这些在二手市场炒到很贵的商品呢，其实都有少量可以在即场那里买得到的。对模型车仔有兴趣的你，今个星期五六日，即是9月22日到24日，可以来到 D2 Place 1和 D2 Place 2分别参观这两个车仔展。他们的开放时间是上午11点到晚上8点。